外的开始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大家好，我叫怪兽。大家好，我叫他们的产地。大家好，我是乔哥。啊，我最近刚从那个法国开瑞时装周回来啊，啊，觉得台湾的 fashion 好像真的不太行哎。那下面那位朋友啊，啊，你穿成这样，我只能给你20分哎。还有那个啊，最近那个香奈儿的那个、啊……哎，好了啦，戏要开始啦。接着，怪兽与他们的产地来到了乔哥家。卫生纸啦，卫生纸啦！哎，快点啦，要流出来了啦！哇，拿去啦！你看，又被你害死了！哇！啊，你是在玩什么啦？玩那么认真啊？就那个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蕉，王国之王之一，真正的战争游戏。干什么东西？送信就送信，搞那么多花招！哇，是五告趴的邀请函呢！我真正五告趴呢！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要不要去秀一发？哎、欸，傻帽不要雷啦！哦干，又输了啦！啊？那、啊、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看起来很香哎。上面还写说会选出年度趴歌呢，啊，我们去就因为得奖啦、啊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咦，今天是不是什么 special 的 day 啊？我想想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让我们欢迎台中一中 END 地班组，来为即将踏上未知旅途的两人揭开序幕吧。